性做什么行为会让你瞬间挖化 ？AA 制，不大方的男生，对，小气，可能吃火锅280，加我 AA 制，只要抖脚我就觉得不行，超不喜欢。为什么？不喜欢还有原因。异性做什么行为会让你瞬间挖化？原本喜欢这个人，他做一些举动，瞬间就解掉，不喜欢那个人。啊 ，AA 制，不大方的男生，对，小气，可能吃火锅280，加我 AA 制。所以现在都会挑比较，对对对，经济能力还比较好。抖脚嘛，只要抖脚我就觉得不行，超不喜欢。为什么？不喜欢还有原因，我很没办法接受很犹豫不决的人，可能选个饮料，这种小事也都可以犹豫很久。那你们自己有什么不为人知的小怪癖，有可能会被人家挖化？我会跟没有生命的东西讲话。我在梳头发，后来就打结，我就会叫梳子听话一点。我不敢踩瓷砖地板，一定要穿拖鞋，不敢赤脚走。其实还好，还好，还好啊。跟那些不小心失误的人讲一句话，男生就是要大方一点，不然找不到好对象。不要再抖脚，真的很难看。好，不好意思，王子，不要再不小心变青蛙。哇。能给的就要都是你想要拥有的，我们不适合，人不上约束，好几次我们抱在彼此都是想要哭。给你我全部，我能给的就要都是你想要拥有的，我们不适合，人不上约束，好几次我们抱在彼此都是想要哭，但也是这样的。